球球明星夫妻江宏杰与福原爱最近在札幌机场被热心网友拍下甜蜜恩爱照片，照片中福原爱穿着灰色孕妇装搭配深灰色外套，小腹凸起相当明显，看起来第二胎已经有七八个月了。江宏杰则是小心翼翼地在身边呵护着。原来是江宏杰陪着福原爱回日本娘家跨年，顺便录制新节目，竟然被眼睛网友捕获，福原爱怀胎可爱模样也因此曝光。嗨，有人吗？有人大家空哎，大家大家好，大家好，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福原爱宣布怀第二胎后，偶尔会在粉丝页分享生活点滴，很少会公开露面。去年底在微博上po出全家福照片，她、江宏杰与一岁大的女儿艾乐酱，三人穿着情侣装，幸福洋溢的模样，令人羡慕极了。苹果TV综合报道。